少一分钱，你们也休想走过去。对，这个世界真的变了吗？我们老百姓真要活得这么没有尊严？不准动！表情，站谁呢？镖头，尊严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争取的。不要！你不要命了你？上！是谁？上！真没想到，我看走了眼。